哎呀！我打个哈欠给我打死了。他妈乌鸦才补35个兵，但是已经杀了7个人。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。为什么不给我们家 ADC 一个人头啊？没有点人怎么杀？没有点人，你告诉我怎么杀？确定能单吗？不要了吗？我操！不想打了，今天都妈跪一天了都。乌鸦过去了。
好困啊。王爷。这样吗？就是这么刚。什么 YELNAIMNITM？ 哎呦，烦死了！我要掉段了。老子刚才是七十瞬间打到现在了，好吗？Pokefitch 的也是人家翻唱的。不行。好气啊。你司机这一把。抖音没什么直播，最近不可能了，不可能跳断了。你怎么又开了？我要取一个血腥一点的名字。好累啊，好累啊，心好累啊，怎么都不会赢啊。刚才排到白金，但是打到现在不打傻了人。我开直播打得不好，这人气跟长相没关系吧？不成正比吧？是吧？哎，好困了。哎呦，好困。打完最后一把，输赢我都不玩了。因为在打游戏啊，头像就缩很小啊。
你不是说是楼里下路的吗？你干嘛选个打野啊？坑。嗯，好累啊，连跪三把。打游戏呢，放什么蛋？他说四楼不会下路啊。哎呀，好累啊，头好昏，连跪三把，我的天、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你刚才魔飞出来，魔飞不就是那个雷俊吗？好累啊！晚上就吃了14个饺子，到现在。服了，知道吗？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，我困了。面天好，面天好。谢谢阿凡达与葫芦娃，谢谢你的鱼娃。还有 AY 逍遥，怎么念这个？